Here for the magic touch. <笑>这只上有弹口哦，三个弹口。 好啦，刚才有人说要改到满是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们就把它改到满。啊，再加一点点哦。哇，是这样？哦，好大哦！赛车级的保险杆长这样子哎，它等于是多出来一大块。 就还好，加速几乎全满，排气管，好，改到满，改好，对不对？怪兽级冷却。 中间冷却器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就是外观。那就这样吧。我们看一下涂装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绿色是线条的。 对啊，冰棒在执勤，等一下会去找他。哇哦，这是那个战斗机吧？这个，这个不错哦，我就觉得这不错看。喷射火焰，所以它有机枪的意思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机枪哦。这次涂装感觉比较好看啊，这次有用心哦。 来一杯茶，是英国版的，抽象的英国国旗。哇，这是要搭配什么金色的吧？是金色的，我试试看。大只，够大只，潮到出水是怎样？为什么叫潮到出水？又真的潮到出水，哈，这名字好怪啊。哎，我们看下隔热金长怎么样？盖过了啊，颜色盖过去了。 对啊，这次要搭配这个纯金色吧？这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哇，嘿嘿，会不会太珠光宝气一点了？我看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在前面的部分哦，前面跟这个后照镜的部分。OK 啊。 这个大问号，不要不要，防滚片，赛车椅，土豪金的车子，哈哈，我也觉得是土豪金。 看看还有哪边没有改，擎盖我刚才没有改到。其实 OK 啦，就这样吧，好吧，这样子。所以车顶是 OK， 所以它就是有碳纤车顶跟副色调。 没有原厂，哦，加个小小小小的侧裙，九型的，它有两片板在上面。
是杨格热指示男。OK， 所以电速箱已经满了，就算了，这没什么用了。好了，先这样吧，改完了。可惜是晚上。哎呦，一起步还蛮快。哎呦，你也是，你怎么跟我一样学我？真是有慧眼。是不是这个涂装配金色超好看的？里面也有这个数位仪表板，技术上升了，是不是？